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如果感情线很短，都没到中指下方，这种手相的人对感情比较专一，经常就是认准了一个人之后，绝不会轻易放手。但是这样的人也很容易钻牛角尖，过分看重感情之事，容易爱上不爱自己的人。感情线长且分差多的人，在恋爱前，爱情犹如昙花一现，好景不常在，而且还常常遇到烂桃花，好桃花不常开。感情线比较深的人，容易感情用事。感情线比较浅，在情感方面不敏感，比较迟钝，异性缘一般，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就是晚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,66723319。